我叫肖凯蒂江朱热提，1998年出生在喀什。记得很小的时候，家里聚会听到大人们唱着一种很好听的音乐，我那时就觉得这种音乐很好听。每次当我听到这种音乐，我都会站在那里和大家一起沉浸在悠扬的旋律中，直到慢慢懂事，我才知道大人们唱的正是木卡姆。上高中时，我对吉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就开始自学吉他，借助互联网和书籍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奏技巧。在这期间，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可不可以将木卡姆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起来，也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？于是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开始尝试创作木卡姆旋律与吉他、电子琴、架子鼓等乐器结合。2017年，我以全奖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新疆艺术学院木卡姆演唱专业。在学校期间，学了很多木卡姆曲目，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玩乐队，所以把木卡姆的一些音乐元素按照自己的方式跟乐队合作排练。因为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现代性的音乐，那时只要有舞台，我就会选择演唱我们创作的木卡姆元素的歌曲。唱得多了，慢慢的喜欢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大学期间，不仅掌握了木卡姆的基本旋律，还深入去了解、学习木卡姆器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。木卡姆有着厚重的文化和历史，这也让我感到木卡姆融入新的元素，是否能让更多的人喜欢？刚才我们一起演奏的木卡姆也是，你的和弦跟我的旋律搭配的特别好，我们再来一段，可以。啊。当我和乐队排练时，我们也会为现代音乐加入木卡姆音乐元素发生一些争论。有人觉得这种改编可能听众不会喜欢，有人觉得会影响传统木卡姆在人民心中的原貌，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创作的歌曲能让更多的人喜欢，所以我们最后达成一致，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木卡姆，才是传承最好的路。这也让我更有信心去创作更多木卡姆元素的歌曲。大学毕业回到喀什后，我就以主唱歌手的身份继续音乐之路，白天在培训班上吉他课，教学生演唱技巧和吉他演奏技巧，晚上在当地的音乐酒吧和文化活动中演出，积累经验。在这些演出中，我不断地探索将木卡姆与吉他等现代乐器结合的可能性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大胆尝试和不断创新，才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，创造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。创作中有些时候遇到困难，于是我拜访了多位音乐大师和学者。请教如何更好地融合不同音乐风格，同时尝试将电子音乐、摇滚、爵士等元素融入木卡姆，以丰富其表现力和感染力。现在我的作品既保留木卡姆传统元素，又融入现代感的全新音乐风格。一些作品被发到网上，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好评。有人评论我为
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，我觉得这个评价太高了。还有很多年轻人和我一样，也在尝试这种新的音乐风格。我只是在传统木卡姆音乐上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的人了解、喜爱我的歌、我的音乐。音乐没有民族的界限，没有国家的界限，只要用心去创作和表达，就一定能够打动人心，传递出美好的情感和力量。希望我和我创作的歌曲有一天也能登上国际舞台。